房里的一些材质切的地方。这台板好，你看，你加点头。这个板子是两米，1米乘2米。好的，现在已经开始拆开，等会包。OK， 你看一下，我们缠绕膜缠好了，然后在外面我们裹了珍珠棉，同时又裹了一层那个缠绕膜，这个对防水和防潮基本上。差不多，基本上能完全的阻隔。